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网络上面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戏粉俱乐部。我大家很熟悉，没有错，我就是陈润。烦哦。不是因为大家，你知道我们这场戏都留胡子啊，很多人都会把我们认错。没有啦，我是江俊翰。那我旁边的这位是第一次来的，是谁呢？罗巧伦是演什么？好紧张哦！有什么好紧张？他刚刚在私底下的时候多开心啊，而且一直打我。对啊，太开心了。就是这样。哎，我爱你给呢。哎，打是情，骂是爱，你看我多爱你。好啦，首先我们要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呢，今天的戏粉俱乐部还是要送大家好礼哦。是什么好礼？跟大家说一下。全效抗皱精华霜。对，我们今天有十组，但是只剩下九组了，因为罗巧伦说他需要一组。他是我还不需要抗皱。大家误会了，我是帮梁佑男女士拿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大概有点年纪，为什么会帮他拿？我们等一下来说这些那个渊源好了。好，那要怎么样可以获得这十组？很简单，赶快呢上我们凤凰的 FB， 然后呢到时候留下正确的答案。那题目是什么呢？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今天我们的戏粉俱乐部，是题目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没有错，包括呢罗巧伦今天打了我几下，有可能是题目哦。哇，我都忘了我打了你几下了。好，那首先呢，节目的一开始，当然呢，今天最重要就是还要回答很多很多喜欢我们的朋友们的问题，对不对？那第一题呢，就由我先来问问看咯， 好不好？那这个是李小颖跟吴秉俊他所问的，他想要知道呢，究竟我们两个人当初是怎么样进入演艺圈的？那其实上一次我有来过节目当中，我有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我怎么进入过演艺圈。那巧伦知不知道？你啊？对，三片吐司吗？哎呦。你真的有在 follow 我？哎，他有跟我讲过啊。我们没有在一起吧？我跟你讲，这个也可能是今天的题目之一。那你看我都脸红了。我们看有没有时间，最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好，那如果说上一次没有看过节目的朋友，我们就稍来回顾一下，就是我当初是怎么样进入演艺圈的。好了，请看 VCR。不过我好了，已经醒了，早上都很饿，这么快就刷牙了，小心吞哦。蹲下去，你才想说小心，哎，真烦哎。那嘉哥呢？还在睡啦。睡个屁啊！嘉哥，起床了。嘉伟，我也起床了啦。干嘛啊？有电话啦。谁啊？苏慧伦。刚看到就是我出道时候的样子，对，三片吐司啊，蛮帅。我觉得你唯心之论哎，拜托，我真心觉得。你真心觉得吗？刚有工作人员是说我好像没什么变，可是我真的觉得有变啦，就是变帅。好啦，等一下请你吃饭好不好？好。我知道，我发现我从来跟他现在，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主持人。我没有，因为以前其实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三片吐司是跑综艺的，那所以你真的很能讲，你不会冷场、欸。我可以一直讲话啊。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不知道你有这项功能、欸。我私底下其实很安静，对不对？你以后可以带着我，怎么样？让这种到处闯荡吗？哦，要有将军汉，一定要有罗强。各节目到处闯荡吗？没办法，我现在真的老了，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厉害了。好了，刚是我出道的样子，可是我觉得大家更好奇的是你出道的样子。哦、要不要来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究竟是什么时候出道的呢？十多年前吧。你看啊、哦，真的吗？我以为你出道30年嘞。对不起，我有点事，我先回家，我把这里交给你。不是啊，我记得我是童星的时候看你长大的啊。哦、oh, ，其实童星，但是其实是我姐姐比较多，就是我就是稍微客串了一下。你只有客串过，对不对？对。真正出道是1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而且其实也是拍戏，而且据说其实跟我名字有关系耶。是啊。要不要来看一下？好啊，好好笑，很怕。你敢看吗？你知道我每次要看我以前，我都觉得好可怕。你还好吗？我以前婴儿肥多胖、啊。赶快来看看吧。怎么样？很棒吧？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姐夫还有的瞧嘞？要通过我们测试，才有资格当我们姐夫，你懂不懂？没错。那万一被大姐知道怎么办？只要你不说，大姐怎么会发现啊？我们这么多姐妹，就你最多嘴，不能说，知不知道？知道。跟你讲。
哇塞，你以前很瘦哎、欸。见鬼了，又来刁我！现在没有啊，你刚不是中间那个吗？中间那个是柯以柔小姐啊，那是柯以柔啊。是。所以你当初其实跟柯以柔拍过戏。我跟以前跟她同过一起当一起同公司。同公司。对。然后现在柯以柔已经结婚生小孩了。生了两个还是三个？两个还是三个，对不对？嗯、然后三个。但是呢，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重点是，嗯、我觉得女大真的十八变。对，对，对。你那时候真的都瘦了，你那个时候是都瘦更多，婴儿肥，对不对？对，没有林依晨以前也婴儿肥啊。没错啊，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是对的、欸，我没有削骨哦，拜托，我真的没有，没有听到，还好。哎、欸，我真的发现啊，其实在不同阶段人都有不同的样子。然后我觉得以前的你很可爱，然后现在的你很漂亮。那你要追我吗？我可以过得了承认那一关吗？真的承认他真的很爱我，真的。怎么回事？哎，那我先走了。那今天是怎样？我跟你来干嘛？啊、没有，我只是跟大家讲，他其实真的还蛮爱我。他跟我讲了好多次，他前阵子交女朋友，你现在在爆料那什么关系？他也很大方。他之前就说，要不是因为我不跟他一起去那个阳明山的话，什么什么屋顶上吃饭。哎、欸，等等，这个我们到后我最后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很严重、啊，现在已经变成衍生出复杂三角关系了，我一定要好好理清出来，真的。好，刚刚看到的呢，就是其实刚刚那部片是我们明视的，对不对？对，是在2002年，叫做《超人气学员》，大家或许到网络上面搞不好还找得到 YouTube， 对，可以看完整版的。对，这故事很长。嗯哼，我觉得一小部分很不错。对对对，那接下来就要问第二题喽，我们把握时间好不好？请问乔伦好了，乔伦来问问看好了。是那个网友叫严俊玉，他说演反派在现实生活中曾经遇到什么困扰？什么困扰啊？我们先想一下好了。你可能困扰比较大哦。我其实我不知道哎，那让我想一下。在我们这个想答案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回顾，因为据说呢有帮我们准备了当初在演坏人时期呢还蛮经典的一些画面，好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八点档连续剧当中饰演大反派的艺人姜俊翰来说，末日还没到，这几天就面临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他要拍摄一场跳桥的戏，吃尽了苦头，因为得先要克服惧高症，站在7层楼高的桥面上，而且呢要冒着大雨在20度的低温下工作。那么拍出来效果如何呢？一块来看。水中念念有词，表情哀戚。姜俊翰一个转身，从7层楼高的桥上一跃而下，尽管旁人要阻止，都来不及了。这是八点档的最新剧情，观众一定以为姜俊翰为戏搏命演出，未免牺牲太大了吧？其实跳河的是替身演员姜俊翰，跳的只是1公尺的高台。没事吧，俊？如果再早10年的话，或许我会想要把它当作是一种高空弹跳的运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尽管顾虑到安全才由替身上场，但姜俊翰心中压力可不小，因为这场戏足足拍了2天，不但得站在桥边克服惧高症，还与饰演妻子的钟雅茹忍受20度的低温，在大雨中拍摄。其实这段戏主要是因为我饰演这个林明德，对于人生已经万念俱灰了。那我觉得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其实今天的天气实在是蛮适合的。对啊。但是说坦白一点，可是非常尴尬，是因为昨天因为后来天气真的很好。那今天的天气又突然变成这么糟。我第一个印象是我看到导演打赤膊，他连最后一件衣服都脱掉了。然后就今天，因为大家都以为天气会一样，所以大家都穿少少的。然后所以，可是今天一来就天气超级冷，就骤降，然后所以大家都包得很像肉粽一样。我比较聪明，因为我知道台湾天气多变化，所以随时都一定要带一件很厚重的外套。姜俊翰在剧中饰演反派角色，使坏的程度让人恨之入骨。接下来剧情还有什么更惊人的发展？两位演员要观众们拭目以待。民视新闻陈旭伟、彭博勋，台北。大家刚刚看到就是昨天才杀青的风水世家，好冷啊！好啦，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聊天说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才是最近的事情？哎，你知道这样算一算，风水世家杀青到现在不止喽，三年。
对，差不多三年了。两年多，快三年了。对啊，所以呢，哦，真的看到当初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啊，觉得这几年老得很快，嗯，所以你要好。好，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刚才不是已经拿在哪一组，好不好？因为刚才是帮梁又男女士拿的。所以今天，哦，那就在哪一组，我们两个一起用这样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两个一起用。又复杂了，来来，等一下，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好、哦、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我记得当初其实我的困难不太大，倒是我妈妈的困难很大。因为他一直很担心我演坏人之后出去啊，可能会被什么打，就是有一些纠纷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危险的事情啊。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困扰是我妈妈常打电话给我，就是在三不五时的时候就打电话跟我说，叫我小心一点，就是尽量不要出去。对，然后虽然我们家，哎呦，我听你说过，虽然我们家市场就在我们下一条巷子，他就说叫我连那个市场都不要去。我说那我要吃饭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送来。所以我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扰其实是这个部分，其他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朋友其实都还蛮理性的，就是他分得出来是戏里面的角色还是你真实的人生。但有时候还是会有入戏太深的，比如说就像你了，对对不对？你有遇到过对不对？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跟钟雅茹两个人，就是我们在在礁溪拍，就是温泉，我有印象。然后就有那个影迷，他就很激动说：“杨采云。”然后因为我背对着他，然后钟雅茹在我前面，哦，他底下，他那个太太就要打我，要呼我头，你知道？然后他老公就说：“你把那拍垮。”然后把他拉走了。嗯，我超尴尬的。那很尴尬，对不对？很尴尬。可是我觉得他没有扒到你，算是他的不幸哎。怎么说？因为听说你私底下也是坏人哎。是我难相处，很难相处。我难相处。对呀、啊，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在演节目上的坏人哦，因为他私底下其实也就是这样子。不信的话，其实我们是有证据的。是吗？真的，我跟你讲，制作单位太用心了，什么证据都准备好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一直是好人啊，不是。哎，你派有尊都说，对啊，郭哥讲你输底下嘛就派。无，郭哥，你敢知影我叫什么名？你叫梁又南。对，我是梁家妇女，我不是坏人。哦，姓梁就是梁家妇女。懂得美到呢。梁又南相处很难。开始啊！来来，公公买一下那拍到顶。怡君姐，你知道吗？就是又南姐在我心目中，她其实就是高高在上。然后跟我的妈祖一样，我刚看到他上面拿香拜了我。于大哥，你做公亲，都准我今嘛烫价卡，我嘛是平一官啊。什么我高高在上，你自己个子矮，你就说人家高。哦，你可能今嘛是比相卡管就丢了。应该不是讲官多的问题，是长得很高尚，我觉得配不上他。等一下，他有倚老卖老吗？我怎么敢说有？你瞅瞅肚子。等等，我什么时阵老？老，他说倚老卖老，这个老是资深老，嘿，资格老，资深。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让你感觉伊很难讲。我怎么觉得好像你旁边那个人更坏啊？是啊，梁又南相处很难。你知道，如果我难相处的话，你真的跟他相处的话，你就知道人多好。嗯哼，你会爱我不是没有原因。刚刚你好像在那个节目当中，他算像妈祖宝一样，是什么意思啊？对，因为你不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我们刚刚进来比较菜嘛，然后他有那么资深，他说啊又南姐好，啊来啦，你就会觉得好可怕哦。有吗？他有这样子吗？可是听说现在那完全是相反，对，像是我吓人。现在你是说哦来啦，是对着又南姐这样讲。哎，我帮你帮我买啊，快饿死了。他现在这就是我的吓人了。哇塞，你们又南是我的吓人。哎呀天哪，演艺圈已经没有伦理啦，救人啦。哎呀，数一下打几下。哎，赶快数好啊，这几百下我已经数不清楚了。但是说实话啦，刚刚那个真的是有一些是为了节目的效果有点夸大。坦白说，以我一个旁人在观察你们，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对啊，他们其实都很对我很好，你也对我很好啊。没有，我们其实有一个家族，就是因为有一个家族。那个时候在演风水的时候，我们这一条线啊有革命情感。对。然后我们这条线的人其实都像一个家人一样，平常有空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约出去吃饭。对，常常很长，但每个月都会办一两次。嗯哼。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题哦。第三题是詹千莹跟潘美
君还有林燕香都有问到过的，就是请问俊翰跟巧伦觉得什么戏最难演，然后最想要诠释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在回答这一题之前呢，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那个 VCR 的片段给大家看到，就是呢曾经哦我们在戏里面啊有经历过非常非常辛苦的，好艰辛哦，很艰辛，真的很艰辛，真的，我现在我有时候想到我都会眼泪在那流下，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活过来的。对啊，他听说他那段时间常常在车子里面自己哭，你知道吗？对，就是收工我坐在车上，然后就想说为什么我命这么苦，为什么我要来拍戏，还不能回家洗澡，我还就是对。那究竟是哪一段戏剧的这个节目片段呢，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请看 VCR。 杨彩云胡桃赖命要给我进钱一亿五千万，我那是不可以做回厂商，恐怕连一家人都提不到。很精彩，对不对？然后那一天我滑到不夸张，我屁股都破皮了，滑不动。刚刚大家看到这 VCR 呢，就是风水世家号称，也不是号称哎，实际上其实是事实上，那当天听说，因为那一段的那个收视啊，飙超高，是飙当天那个最高点哦，对，好像有将近破百了。夸张好，那个就夸张了啦，八点多单点大概八点多，对对对，八点多，因为没想到这么高，因为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当时还在想说滑水道是什么梗呢、啊、对，可是哎、欸、就是有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就把观众这么喜爱。听说我们滑过一次之后呢，本剧其他线的人员呢，对，也都又什么金虎金虎兰，那是那个什么议长啊？翁一定有对吧？对，王议长他又去滑，對對對，一滑收视率好像也蛮好。然后新闻哥他们全家也去滑一次，就变成他是一个观光景点，那个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合家大小都欢乐都很适合去的。然后不管你是黑道白道，通通都可以去滑一滑的。对，然后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一场戏，其实呢，大家不要看好像很轻松，我们好像这样滑得很开心，然后据说后来还有人配上夏燕的音乐，我知道，我朋友还送给我，然后第一个夏燕就是我，然后我还这样滑下去。对，我跟你讲，大家看到夏燕那条音乐，然后配上这个画面的第一个镜头，不是罗巧伦小姐吗？是，她是真的快要笑场了。我不是笑场，我是吓死了。因为我们原本滑不动，后来呢，本剧组非常聪明，他就拿那什么板，那个保利龙，保利龙就垫在我屁股、欸，我们就滑很多次了。那个是我提出来的、啊，搞死我了，真的。不是，当初为什么会不好滑？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穿什么？我们是穿浴袍。对。然后那个水流量它没有办法说大到说我们可以就直接冲下去。重点是那个什么滑水道啊，加上那个是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对不对？摩擦力，所以滑不动。对。然后你知道用了保利龙，就是你嘛，你建议的真惨，我两条腿跟摄影师绑在一起。我跟你讲，两条腿哦。那个是没有侧拍啦，不然那真的是一个难看到很丑的一个姿势。我就等于我两条腿跨在摄影师的两条腿上，然后我里面就穿的那个小短裤，也不能太长，会穿。对对对。
这是一个变态姿势。我给大家那个稍微示范一下就是好了。就比如说这是那个罗巧伦的两条腿，你示范一下啊，就是等于我的两条腿。很丑哎，就是就这么跨在，就是他这样子跨在我身上，两条腿跨在他身上，两个人是对望的方式。然后他的机器叫我正前方，我一个往前，我就砸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摄影师也很可怕，原因是因为他是倒退撸，你知道吗？对，他看不到后面的。他是背啊头啊是对着下面，然后这样子倒着这样子滑下去的。所以我一路尖叫，就啊一直叫，我是惊恐。然后大家一直担心会看到拍咪啊，就是所谓的穿。乱说。我是说我啦，我不是说你。你看到谁？没有。因为那一首夏燕的歌曲啊，曾经就是有人拍，就是有人回应了，就是看完这段那个影片的感想，就是说他隐隐约觉得有看到拍咪呀，他是说的是我，是你哦、对，有漏点之类的吗？就是那个因为浴袍的关系嘛，那个他没有办法合得很紧啊，所以我们，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不是有说过吗？因为摄影师是跟我们相反的方向，这样一路滑下去。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那一天大家都有做了安全的措施。那当然。听说你是没有，是不是？有啦，我里面一定有穿啊。哦，还是你怕穿帮，所以就干脆不穿。所以你说我是拍咪呀的意思？我没有。我是说我，因为差一点看起来也有穿帮的，好像是我。我没有啦，但是那天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对不对？对，这我永生难忘了。你那个都永生难忘了，那你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更应该永生难忘了，是吧？因为巧伦其实在演艺圈的这一段演艺经历来说啊，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也尝试过很多的角色。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段，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对不对？哦、oh, ，对，我拍完《风水世家》之后，我就去演了《廉政英雄》。嗯哼。然后呢，那时候打给我的时候还跟我说：“乔伦，你赚到了。”怎么说？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啊！你当初是这么想的吗？我一直知道这是苦差行、欸。没有啊，我也觉得是。你真的赚到了，一个人演两个角色，那不是就是演那个，也就是拿两次的酬劳 ？No， 我就拿一份薪水。然后呢，我到了现场，他们就说：“乔伦今天可以几点收工？”我说：“我收工，大家都收工，这样你懂吗？我每天都有班，每天都拍不完。”嗯哼，如果没有看《廉政英雄》的朋友们，我想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片段，究竟呢，这个乔伦在这个单元当中饰演两个，听说是双胞胎，对不对？双胞胎，一个很有钱，一个很穷的。嗯哼，究竟呢，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的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 VCR。好哦。小姐，是不是可以麻烦你改到其他电梯啊？这医院里面病患这么多，这样进进出出，像我们这种健康人进到电梯里面，那你是不是应该去搭别的电梯啊？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是清洁工啊，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哎，你万一传染给我，你赔得起吗？难道你们医院没有什么货梯或清洁梯吗？你现在是不是在考虑去坐其他台电梯？太精彩了，我太伟大了，你太厉害了。木子纯先生呢，他也是一人分饰两角，是最近的这个单元。然后有一天我就碰到他，我就说，他就跟我说，听说你很辛苦哦，就是每一场戏都有。我说对啊。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戏好少哦，我就每天拍一场就回家。我说你不是演双胞胎吗？他说因为我一出来哥哥就死了，所以我就一下演弟弟，然后再演哥哥，我都没事，差很多。那你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吗？一些些啦。是哪边不平衡？因为他讲的一副就是他班好少哦，就是每天都没事。可是我觉得搞不好他在抱怨啊，他是羡慕你能够这样子班都满满满。是这样子吗？没有，不是。应该不是，他是纯粹笑我而已。因为他是说他听说我很难赚，他听工作人员讲。但是话说回来，感觉很难赚，但是我觉得
却有莫名的成就感的原因，是因为那是饰演两个不同的角色，而且拍摄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你们常常你要常常就是跟你另外一个你对到戏，对不对？你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拍法，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画面是两个人同时都出现呢。各位观众，莫非其实你各位观众你知道吗？莫非其实你有一个真正的双胞胎妹妹还是姐姐？我那天刚换装，我都疯了。我就是一个被绑在后面，然后一个长发，一个是绑起来的这样。然后呢，导演就拍一拍，因为就是他要隔一条线嘛，就是我先演我的，就是不能够越过那个线嘛。然后就有一个替身在帮我拉背还是什么，假装演这样。然后我就拍一拍，这镜头拍一拍，换头换装，然后我就立马又去换头换装，然后拍这边，然后嚷的要再演两遍，所以我演超多遍。重点是好，这样子一场戏。平均如果就是你们双胞胎的姐妹都要在同时间出现的那一场戏，要不要需要拍到五个钟头、三个钟头、四个钟头？因为我们导演速度才算快，大概两三个钟头吧。然后重点是因为大热天呢。对，哇塞，很厉害哎！那你如何同时间就是你不会精神错乱吗？因为两个姐妹的个性好像不太一样。是，其实我还蛮感谢的，因为我拍完《风水》之后，我很紧接着就拍了那个。所以我觉得有关于神经病这一方面我演得也挺好的。有在暗示什么希望诠释什么角色吗？希望可以演像神经病啊，你看像我们这戏嫁妆看施美莲演得多好。所以你就是希望也能够诠释这个。对啊，这刚好回答了我们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有网友就问说，请问最想接下来诠释什么角色？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这个吗？十八年之类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癌症病患。就是比较，就是你现在目前想要朝向疾病方向的演员这个角色，不是疾病，不是这么说，不是啊，因为呢，就是有关于疾病这方面是比较内心比较深处，比如说得癌症，你要从知道，然后到很崩溃，然后慢慢的接受，我觉得那个，对不对？是不是很？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还不错啦，对，层次比较高。那再回过头，这个刚刚是回答想诠释的角色嘛，对不对？对。那你演戏到现在，你自己认为觉得演过的哪一个角色，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是最难演的？最难演啊？就是我还不爱你的时候，我要演很爱你，然后要哭，我就有点烦。OK， 这个是我对巧伦的了解最深的地方。我记得曾经在《风水》他刚进剧组的时候啊，他有一度其实很困扰，就是很多东西他会觉得说，好像明明都还没有那个感觉，那为什么这一场戏要哭？或者是说，对，因为我有要求啦，其实是因为我演每一场戏，其实有关于情感上的部分。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做不到，就是我也想尽办法。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对他而言啊，感觉上他需要有一些经历，或者是真正在那个情节当中要给他堆积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他才能够表现出可能不管戏里面需要的。当然这已经透露了，因为我后面都一直哭，代表人家以为我那时候爱上你了。那到底有没有吗？我想一下，我试一下回答。没有，反正这最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说好了。这样我不好意思。那话又说回来，回过头好了，你想知道我吗？当然啦，你都没有说，这是问我。我看我相反。他在暗示大家，他可以主持，就是有机会。我是真的没有，他能歌善舞啦。哎，你知道我以前主持过节目吗？哎，我好像听你说过。对啊，我主持过那个 NTV 的节目，我也主持过娱乐新闻哎。哦，好厉害哦。对啊，如果大家记得以前八大有一个娱乐晚点名，我曾经代班过很长一段时间，帮贾永杰，然后还有主持过娱乐百分百的周日版，我那时候跟艾利克斯。我突然觉得我能跟你一起演戏，那是我。别这么说，我也是我的荣幸，我从小看你长大的、啊。可以追我。少来这一套。对了，我们刚其实要预告，要那个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如果在我们的画面当中有看到有一团白的东西常常在那边这样飘过来飘过去的话，那是我女儿啦，不是，我要跟大家讲说，大家不要担心哦，其实我们就是在云端上面那个。就是他女儿，也是我女儿啦。就是曾经呢，不好意思，我不会不好意思啊。红哎，怎么回事？哎，讲到他，我就是对一脸骄傲的。上一次我们曾经有看过他小时候，对，然后今天我们其实有原本有准备了那个照片给大家那个做比较，对不对？我觉得有机会啊，不如什么照片干嘛、啊？我们就直接实物来看一下，比较一下不就好？小时候我今天也带我儿子来，
对呀、啊，好，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你的画面出现问题？没有，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物体哦，它就是在那边闲晃。那基本上呢，因为它有很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也不便太约束它。哎、欸，你还没有回答你到底要演什么角色、啊？对，好，先问说我对什么角色觉得诠释比较困难，好不好？好，我觉得对我来讲哦。每一个角色都很困难，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关枪哎、欸，我不是关枪，我现在在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好人或是坏人、嗯，就是每个人都演过，可是你如何去跳脱出可能那个人的？好怕你回答死人哦。哎、欸，我也演过啊，那个像夜市人生的时候啊。对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我演阿丢，对啊，后来死了，就是被那个美工刀戳了一下之后，然后啊就血流很久啊，然后大家就不急救。我风水世家被一根叉子插到就死了。这个就是其实哦，我觉得我们戏剧很神奇、很奇妙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是戏剧很厉害的地方。哦，那先不研究说究竟为什么会死掉，他死的意义究竟如何？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比方说好，你就是说就算死人，对不对？那死人也有很多层次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一次就死掉了。可是如果说今天叫你刺了之后呢，你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你要需要说一些话的时候，那你要必须怎么样去符合那十分钟，然后可能从你刚刺到，然后还很有元气什么，然后到慢慢啊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然后到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角色，你可能都要去设计究竟他这次的演法可能跟你上一次演法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难度是在于说你如何赋予他生命。我觉得最应该是说你这个人应该讲重点。嗯哼，因为你讲这么多，你还是没有说你到底想演什么。想演什么啊？角色对，嗯，像我很明确是癌症病患啊，或者是、演这个神经病《风雨十八年》啊，或者是想演赌圣、赌侠我真的，你又会觉得我官腔了。对我而言，能够有角色演，我都要心存感激。好，那我做个总结，就是不管什么角色，江俊翰先生他都很愿意去尝试。我是说真的，别爱你，我没有特别挑，对，他就是个比较不长进的艺人。我外号叫姜不挑，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姜不挑指的是角色哦。你不要喜欢我，拜托。干嘛这样子？叫姜不挑啊，我没有啦，我叫罗很挑哎。你超挑的，我知道。哎，不要这样。好啦，如果说真的要演真的想要问我说我想演什么角色，我想要演伟人哎。比如说像任何一个伟人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演伟人最大的困难点是在于说，大家因为已经都知道这个人啊，就会记得你说啊，比如说孙中山就是，不是，我不是说要让大家印象深刻，而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所以大家都很熟悉，比如说可能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啊，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那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去钻研很久，然后去了解很久，那甚至从他的一生你要都要很了解之后，你才能够要去可能才会比较有把握去揣摩他。那我觉得这个挑战难度很高。好，没问题，对，就是这样。我不能够用我自己的演法去呢，有关于伟人之类的，那就可以找江俊翰。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呢、啊，其实我以前有曾经留过胡子，只是说没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见面过。那大家觉得我其实还蛮像国父的。哦，因为那个就是我有几个角度还有点像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哦。对，那我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演那个我们的国父。当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莫大的荣幸跟挑战。记得了。大家都知道了，只要有适合的角色就麻烦找一下江俊翰。当然有适合角色演，你可以演宋庆龄啊。好了，我知道你爱我了。下一题，意思是说你不想挑战尝试吗？没有啊，我说我知道你爱我，我们下一题。干、okay? 嘛转移话题？下一题是你要问的啦。好，就是立友陈，就是陈四兰，关彤彤，请问。罗巧伦小姐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两人会是彼此心中喜欢的类型吗？嗯哼 ，OK， 先问你还是先问我？嗯，
好吧，先问我好了。好，先问你啊。其实呢，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像男星歌，嗯哼，对，那种就是成熟大叔，对，成熟。但是实际上，你看男星哥的脸呐、啊嗯，他还是有一些稚气。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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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哦，所以你喜欢这一种的？对，我比较喜欢他那种型。那你不是就在说我吗？干嘛用男星哥，然后转一个弯，然后再？因为直接说出来都不好意思，我是女生。哦，那可是这样的话，可能要对你说抱歉哦。你刚说什么？没有啦，其实没有，因为。像有时候我，可是我可能很喜欢男星哥那种类型，对不对？那你就不是男星哥那种类型，可是好像跟你拍拍，就大家觉得我好像爱上你。啊，没有，我刚刚相处啊。我刚之所以说我可能要跟你说抱歉，原因是说，好像据说今天有准备了一段 VCR 啦。好啦。然后那个 VCR 好像有稍微反映出我可能喜欢女生类型的样子。我把它起啊。你会吃醋吗？我们先看看好了啦，因为搞不好你自觉。你根本不需要跟他比，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哦，是我心结，不会，他也是我好朋友。OK， 我们来看看这段 VCR 好了，来。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想嘛，你一个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一块写着一张爱情的韩诗批。啊哈，啊哈，要怎才会完整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让我坠落你无边的深海。大家会刚工作人员呢很激动的呢，因为在这个开 VCR 的同时，我在跟大家解释那一天大概发生的状况，就是除了佳琪身材很好，撇开不论，其实那天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那一天就是录那一段节目的时候，就是我最后其实是呈现一种垂帘听政的状况。哎，我好像听过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垂帘听政吗？因为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佳琪呢，他要整个抬起来，然后就要从我的面前让整个人翻过去，变成是坐在我的那个肩膀上面，然后大家有听哦，我知道这件事了 ，OK。大家听到咕叽咕叽那个就是我们的节目音效了哈，因为我们节目没有那个像孔亮老师那种当当那种，我们小成本，所以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就是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开心可以笑的那个一个点哈 ，OK 好。那我刚刚解释过，就是所谓垂帘听政嘛。那那一天那个佳琪她是穿那种流安吉艳后，对流苏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试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穿过衣服试，所以还不晓得。当天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要翻过去之后，她人是顺利翻过去没有错，她流苏没有翻过去，所以她就整个人架在我身上之后，她的那个流苏都流在你脸上，对不对？就是在我前面，对，然后就是有喊咖吗？没有喊咖，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后来又再来一遍，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私底下或 NG 的片段真的很好笑，包括我们拍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对。那刚给你看的这一段是说，大家一直觉得好像我不相信，欸、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对不对？我不相信。我真的觉得佳琪是一个大家看了都会喜欢的一种女孩子，原因是因为她真的非常的野艳，火辣，对，火辣。我敢说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喜欢，或者是会不会多看她一眼。但是属于耐看型的话，我真的要说是你的。谢谢。我呢，就是输在耐看。你是输在耐看，你是赢在耐看吧？输在耐看，我们要谦虚一点，好不好？谦虚一点。这有什么好谦虚的？对，我刚刚要说的是呢，刚看到的是他的那个野艳的片段，对不对？听说你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不是，现在想要找我，其实有点，其实对他们应该当时也没有想到。我好像其实有听过一个小道消息，就是曾经当初很久以前，有人曾经想要找你拍三级片，对不对？你婉拒。
你是撞到吗？有这件事吗？啊、因为听说你其实身材哎、欸，也不是省油的灯哎、欸，你不是省油的灯哎、欸，那个车头灯哎、欸，不是什么灯啦、啊，就那一天真的那个很不黏，你知道吗？那个胶带，那个妹妹啊，就是服装妹妹，弄好久哦。什么意思？要弄好久？是因为把它压小吗？不是。那到底怎么回事？因为黏的那个 New Bra 它也不黏。哦，就是因为我们那天也不知道那衣服是一个状况，担心有穿帮之余就 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露这么多。我们讲，因为那天录的那个导播也是比较保守的，我们讲的像口沫横飞、啊，看一下，对啊，我们讲的口沫横飞，大家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看看 VCR 吧。赵立达，总监，来，我把您介绍一下哈，咱业务部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同事，好。黄总，各位长官，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叫黄蓉。为今日开始来这上班，以后若是唔办所在，请大家多多指教。哇、哎！哇！你想的那样啦，你看我多淡定。什么不是我想的那样？都看。哎，等等，他真的很过分。因为其实风水世家的时候，我都有穿过那种，都很少，然后跨在他腿上。这样摸，你敢说你都没摸过我背什么之类的？我当然有摸过你啊。是啊。所以我其实看了之后我不讶异啊。也不。我刚看那样我不讶异啊。你很讶异就看一下。什么叫做？什么东西很讶异啊？你说给你看的，我没有哎、欸，我挤不出来。你可以借我看一下。我没有办法。干嘛借啊？我们什么关系？我也脸红了，好不好？你说我良师益友吗？我们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刚刚在看 VCR 之前，巧伦一直在解释，一直在说的，就是其实是这部戏就是傅怡子的这一场戏，对不对？是。你说那个时候一直其实很怕穿帮，是不是？不会，因为那个衣服其实是公司准备的，因为那时候去也不知道到底是要怎么弄。对。然后原本第一次弄的时候，好像是。他们说不行，就是要怎么挤，怎么弄就对。嗯哼哼哼哼哼。那你自己后来看到播出的时候啊，你有什么？那集播出我就当忘了。真的吗？嗯，就当忘了。那如果说，未来还是有机会，三级片吗？你的意思？不是啦，不一定要三级片啦。对啊，二级就好了。没有啊，其实就是如果需要还要铺路的话，那比较性感的话，你愿意吗？性感一点哦，等我身材练好一点啊，我再来瘦一点。你自己觉得你很胖吗？还蛮胖。你觉得你最胖的地方在哪里？我大腿。可是你知道吗？很多网友觉得你最漂亮的地方啊，除了脸蛋之外就是腿哎。哦，你说有吗？有很多。是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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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看现场工作人员点头如捣蒜。然后，因为你常常穿，大哥，你有看吗？你知吗？懂嘞嘛？呜，嘿，以及粉丝混进来假装工作人员，你不知哦。哎呀，对呀、啊。好，既然有人替我个点说104公分，真的是我的天哪、啊！那你看我们巴黎有多超、欸，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身高才130，你的腿就104了。你那个根本就是82身材哎，谁比得上啊？各位观众，你知道我其实才157.8，所以你的比例，我对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的比例是因为我的脚比较长，我身份证比较短，所以感觉我大概160。那有一天呢，在录那个过年特别节目，要求我们要量那个什么胸围啊、脚长啊什么的要传。然后我们剧组有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群组，就是每个演员都有。然后呢，他就叫我传给。带我的那个经纪人，然后结果我就迷迷糊糊，我就把那所有就寄到了那个群组里面， okay. 所以大家都看到哇，罗巧伦的腿104公分长哎，然后我就被大家笑翻了。为什么会笑翻？你这应该是一堆女星嫉妒死你了吧？104很长吗？
很长啊，你知道你用104，然后你知道你说你刚来，我们现场算给大家听好了。你说身高多少？157.8。157.8，我们就算158好了，好不好？腿长104，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上半身只有54公分。来，我们用54除以104是多少？我们就可以算出比例了。8头身、7头身是不是？52%。52，所以你是已经快要7头身嘞。对呀、啊。那也还好。哎、欸，我差不多55哎，我知道你55，你为什么知道我55？我跟你这么久了，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我这一生啊，永远的痛就是啊，我一直觉得我的上半身太长了，所以我很容易看起来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没有那么高。那让我开心一下，那你们如果这样正常看，我觉得我腿长吗？长啊，就是跟我的身材比较长啊。我就要看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心虚，他刚走到都不敢看我，有吗？他不敢看你是因为你太美了。不是，我觉得他说谎。他摇头，他是真的，他觉得你长。好了，对啊，我都点头了。所以，我觉得人啊，真的要知足。你有一双长腿，真的不要嫌他胖。没有，这是最近这有点吃肥，所以我这是努力减肥。那为什么会吃肥的原因，是因为是压力很大吗？不是因为我们半夜工作肚子会饿啊。你敢说你都没吃？你都买东西给我吃哎、欸！好，我以后不买东西给你吃了。凉面啦，水果啦，汤。买东西给你吃。饭啦，买东西给你吃还被你嫌。我没有嫌，我就为了你，我现在就是一直运动，然后半夜可以吃你。好，为了我多运动一点啦，好不好？能够说我运动。直接跳到这一题哦、喔。他说到底有没有互相喜欢？哪有这里？他直接你没有看到白板。这是你们自己想问的吧？大家在那个吧。好啦，其实哦，因为我们要上这个戏粉俱乐部啊的原因，不仅仅至于这样子，就是最近呢，这个戏里面常常就是有铺陈，我们两个人好像很暧昧，然后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啊，在你的 FB 啊，在我的 FB 啊，甚至在嫁妆的 FB 啊，甚至在凤凰的 FB 啊，都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啊，戏里面的王辉胜跟江素凡会不会在一起之余呢？把布、欸，请大家笑一下，对，把布，我甚至已经回答了吗？我女儿真的是太天才了，太棒了！我女儿都会帮我们回答，她帮我挡掉一些那个，我女儿会吃醋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所以说，江素凡跟王辉胜呢，到底会不会在一起之余呢？他们私底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好，我们先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好了。素凡，你来回答吧。王辉胜跟那个甄士凡到底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啊？会吧。你这么笃定？因为我觉得王辉胜其实他生活中其实是蛮依赖江素凡，不是吗？是吧？我觉得没有诶，是江素凡很依赖王辉胜。不是。他很多事情都是找他去帮忙啊。不是。你对剧情的解读为什么跟我不太一样？我们是拿不一样的剧本吗？因为江素凡小姐她严格说她死过老公，她家境不好，然后所以她会对自己对于未来她感觉没有安全感，所以对于恋爱这部分她是没办法去想象，就是说觉得自己比较，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比较经历过很多事情，觉得自己配不上王威正，我觉得会这样，就是想一个人性来讲，就是我。也不是离婚呢，我是死过老公，然后我家庭环境也不好，然后从小比较自卑，所以我觉得不会。你觉得不会？对，反而是王威正就是处处都很喜欢找江素凡，因为他觉得江素凡可以帮他解决所有的事情，他生活中不能没有他，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好像不太有道理，原因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王威正的胸口有刺了一个柳芳姿的图案，对不对？那个。王威正有一阵子就是卡到音，所以他就把他刺在这里，然后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谁。不会啊，看得很明显啊，就是一个跳舞的女孩啊。有一天剧本上还写说，江素凡看了王威正的刺青感到害怕，因为那个图腾太庄严，有点蠢。他一直觉得那个图案啊刺在一个安妮吉的身上啊，真的是。有点有趣啦，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不是一直可能放不下柳芳姿吗？没有，因为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他有一段时间他搞不清楚，他以为那就是真爱。嗯哼，好，是愚蠢的。那我问你，他就做了一些比较荒唐的事。那我问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真的很严重。有一天呢、啊，如果真的王慧正跟江淑凡在一起，那个图腾怎么办？那个图案怎么办？那对江淑凡会是一个永远的痛哎、欸。不是，如果说以播出来讲呢，就不再提起，忘了这件事情。我个人倒不会这么觉得。我觉得到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想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会改掉图案，就后来可能会变成一只鱼吧。因为江淑凡他们家是捕鱼的、啊，那你觉得鱼比较好笑，还是跳舞的女孩比较好笑？如果以一个阿尼基来讲，一只鱼我倒觉得还好。如果有很多鳞片的话，看起来比较尬。他可不好吃一只木拉鱼呀、啊，很小一个、啊。对不起，又吃太了。好啦，震惊。这个是戏里面啦，可是我觉得更多的网友啊，他们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始终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啦，就是罗巧伦到底呢跟江俊翰呢私底下有没有机会在一起，还是说已经在一起？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嗯哼，非常，他就是我那个良师益友，嗯哼，就是因为我们太常见面了，对，就是已经我们有长到多长，就是每天晚上都见面，对，就是你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对呀、啊。是真的，因为我们录影时间是晚上啊，大家不用想歪。有时候白天也在一起啊，连得出。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白天呢，他就是因为我们家又算距离住的算蛮近的。对对对对，过个桥就到。我在这边呢，再次的请罗巧伦说一下，我们两个有没有在一起？现在吗？当然没有啊。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哦，未来是很难说，不排除。你这个话才是很官方嘞。像我就会直接跟大家讲说，你直接说不可能，我揍你！我没讲，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我们分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没有，因为后来就你知道，因为后来承认介入了、啊，我就没办法了、啊。哦，你这样我会被骂。我没有跟承认，是他，这是承认他自己想太多。而且我跟你讲，为什么一直会也有传说承认的原因，是因为承认什么？承认曾经在他的 FB 有 PO 了一篇、哦，你知道？然后那个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一张照片其实是那一天刚好拍吃饭的戏，我专程从台北坐高铁去嘉义找他去吃那个麻辣火锅。反正就是他们是拍戏，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感觉好像你们约出去吃饭。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下面又写了一段非常有匪夷所思的话。我后来上去看，他说什么，他怎么从北上来，对，和我吃顿饭什么之类的，什么爱不爱之类的。对，然后重点是更好笑的是，逼疯我了。Gino 跟样样呢，他们两个人又见缝插针，然后他们又回应说，已经可以公布了吗？然后 Gino 哥他是在弄我吗？ Gino 哥，然后样样就回答说是真心祝福你们啦。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承认他刚好现在是目前现在是空窗期，对对对，然后我也没有交男朋友，然后加上你也没有还没有交女朋友，对对，所以就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在一起。是，所以在这边我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事实，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因为他没有追我，我怎么跟他在一起呢？是不是？对对对，都他不好，千错万错都。OK OK， 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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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爱我，他不爱我。什么话？对，好了，未来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说了，对，因为可能下个月我们戏比较激烈一点，所以就又不一样。对啊，我是一个很容易入戏的人呐、啊。我也是啊。赶快来回答第五题吧。那个是 Wen Jen 他所问的问题，他说两位都有养狗，可以分享一下养狗的心得或趣事吗？这个我要来问一下巧伦的，因为我上一次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甚至带了艾美丽来到现场，那很多的朋友其实是想了解一下究竟你们家的 BB 啊 BB 啊好可爱哦，以及你养 BB 的一些心得 好不好、嗯、请说什么因缘机会养到 BB 的。我纯粹是因为无聊，然后我不是一个很爱狗的人，因为我以前都觉得狗碰到我就会我就会觉得好像是会不舒服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真的是因为无聊我养狗之后才开始爱狗，然后到现在我会关心每一只狗，就是你别先讲一下，你 BB 是多少人啊？
我跟你讲，这个呢，像有宋七力那个光环的那一只狗呢，不是，是那家店里面的一只很可爱的狗。我就说嘛，它叫糖糖，它不是我的狗。因为右边那一只点点点，我觉得长得比较像你。对，那只就是我的爱犬，它真的很可爱，它不爱拍照，它就这样子，它本人真的很可爱。嗯哼，然后你养 BB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趣事，或者是说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饲养上面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儿子其实跟你女儿一样，就是天生骄纵。嗯哼，然后所以吃饭呢，我不夸张，我每天都要上演一种剧情，就是这样。拿一碗，因为他是吃鲜食，我就这样、嗯，好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啊？一直这样，就是他自己要，就是他自己要先演戏、哦，我要先演，哇，怎么那么香啊？这是谁的肉肉啊？然后我就这样假装偷吃，然后他就会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说那我分你吃一口好不好？他就看我这样，他就吃一口，好像还蛮好吃的。我说好好吃哦，就给你吃一点好不好？罗巧伦不仅仅只是在演八点档，他现实生活就是一个八点档。你像。这招真的很有效，各位观众，如果你家狗不吃的话，你真的来这招，因为你女儿是不是会来这招？好啊，在棚内是不是她也不吃？不瞒大家讲，我其实在家里也是这样哄我女儿吃饭的。是不是？她更夸张，她是每天呢拿汤匙这样子喂，哎，是不是？没有，我这样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她最近有吃一些副食品，所以副食品就是像维他命啊，还有她那个关节的那个东西，那所以我就用汤匙喂她，原因是因为她可以藏在那个食物里面，那她会比较不知道，然后就这样直接吃下去。如果她自己去吃的时候，她会挑走，她会挑掉，是这样子的原因啦。但是我把她喂完那个药，所谓的药或者是那个营养品之后，就剩下的话会让她自己吃，对，不要让她养成坏习惯。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以前呢，他妈妈跟他一样是不喜欢狗的。是我妈也，因为老一辈人嘛，总是觉得他们就会觉得狗好像就是畜生。但是现在呢，不一样。我妈现在打电话给我，已经不会关心我说妹妹吃饭了没啊，怎么没有？她打电话给我就会问我说：“你把 BB 带去倒啊？”嗯，他吃饭了没？对对对。然后我妈妈还想，哎呀，给阿妈跑两圈给阿妈看看好不好啊？我妈就是这样。你知道现在啊，罗巧伦每天没有打电话给他妈，没有关系。可是然后难道说我很不孝？他们家的 BB 如果没有打给他妈妈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对，就每天他一定要听到 BB 的。对，你都听到烦了，对不对？我没有听到烦了，对。真的。嗯哼，好，然后。接下来上一次我带过艾美丽来到现场嘛，对不对？今天也来啦。她今天是有来，可是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我们有今天特别准备。有一次我带她去那个迎风狗公园的时候啊，是迎风广场吗？对，这个距离现在好像迎风哦，迎风对，这个距离现在好像有将近快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两个月长大，两个月不要说一个人，对于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 不是对小毛小孩来说，就有点像一只小马，你知道吗？马。嗯，那时候它很像小羊，我们来看一下它像小羊的时候好不好？他现在又大一倍了耶！我知道啊，你知道吗？你常常见到他吗？从这么小，跟他讲嘘。大家会搞疯，到底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是他不追我。哎，拜托，是他追的人太多。嗯，他喜欢男星哥，我怎么办？本来还对我有意思的。他都快回新加坡，你知道什么啊？好啦，接下来呢，就到了。哎，我们刚刚有做音效，对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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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快一点！他在画圈圈的。我们有奖征答来了哦，就是今天呢，有仔细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应该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再次的说一下，就是这十组的全效抗皱精华霜，只要赶快到，对，
看一下始祖啦，赶快到凤凰的 FB 留下正确的答案，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究竟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小伦先来问你咯，好，好不好？我们要问的呢，这个跟巧伦有关的题目就是啊，刚刚巧伦一直很介意啊，我的身上啊有一个那个刺青，因为他觉得呢，那个对他来讲影响太大了。请问那个刺青刺的是谁？对，就是我好姐妹的哪一位？我给大家提示好了：一彩云，二彩凤，三柳芳姿。好。好像很简单哦，太简单了。好，那再来就是你来问喽。好，那就是问说，王威正呢每天喊的甄士凡，甄士凡，那到底是在指谁呢？第一题，第 A 彩云，第二个彩凤，第三个江素凡，很清楚了吧？好难哦，真的很难，我会猜彩云诶。彩凤是你的谁？彩凤是我的剪头发魔法师。好，那节目最后呢，应很多的观众朋友要求，他们觉得说我们两个好像唱歌的时候还蛮有默契的。是这样子吗？是啦，真的啦，比较起我跟别人唱，我真的跟你唱比较有默契耶。你不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我们也跟别人合唱。然后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目前的八点档所饰演的角色的这部戏有关系。就是姻缘天注定。对。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所有有姻缘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一下八点要记得收看嫁妆哦，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感谢你甲我作伴，将厝命运念烧我，你若当作我的性命，一生甲你惜命命。哈哈哈，一起吃喝玩耍。哈哈哈哈，你主管我洗碗，一段姻缘是天注定，配偶人有你的名，从此袂使搁乌白看，每天准时回家。拜拜，记得收看嫁妆哦。八点哦，耶。